请掀开经本，如是信矣，则娑婆即自心所感之慧，而自心慧理应厌离，极乐即自心所感之境，而自心境理应心求。那么前面呢，是把信的六种大师为我们介绍出来了。这个地方呢，这是讲愿，愿在总纲领上说吧，就是我们常常念到的四弘誓愿。诸佛菩萨在因地当中，虽然法愿不同，像观音菩萨的十二愿，普贤菩萨十愿，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但是把这些大愿将它归纳起来，不外乎四弘誓愿，这个四条啊，就全部都包括了。由此可知，这四愿是佛门宏愿的总纲。四愿是以四谛而发的，以苦谛见到无量的众生，生活非常痛苦，特别是在我们现代这个时代，在美国这个地区，大家过得非常幸福。可是我想诸位常常在电视里，在广播报章杂志当中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落后的国家啊，最显著的像非洲，那些人过的生活痛苦的状况，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菩萨看到这种情形，所以叫发起大愿，愿度众生。啊，度这些众生叫帮助众生，帮助众生怎样离开痛苦，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世间人找不出这个根源，
所以一切的救助啊，所以治标啊不是治本呐、啊，换句话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他没有的吃了，我们去救济，送一点粮食，那粮食吃完怎么办呢？啊，这不是解决问题。何况这人死了以后啊，还有轮回的问题啊，这个是世间许多科学家、哲学家了也都没有能见到的啊，少数的宗教家接触到这个问题，看到这个问题也无法解决啊，这就是所谓是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啊，这个六道轮回这一桩事情不是释迦牟尼佛出现之后他老人家第一个说出来的，不是的，佛没有出现之前印度宗教就相当发达啊，佛经里面所称的96种歪道，他们那些修行人有许多有很深的禅定啊，他们的定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能达到四禅天四空天，所以对于六道里面的状况在他们天眼观察当中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他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就是这个轮回究竟怎么现出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他没有办法解释啊，就是再往深远之处他见不到了。佛出现在这个世间为我们说出啊，特别是法相唯识的经论对宇宙人生的状况由来演变发展归属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法相宗的典籍是任何一个宗派里面最繁杂的啊，那就是他要探讨这些问题要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啊。那么在原理原则上讲这很简单，这一切现象都是众生迷失了真性才变现出来的，才有这个东西，觉悟了这问题才能解决，所以那个根本解决之道是破迷开悟啊！啊，破迷开悟它的结果呢就离苦得乐了，所有一切苦是从迷惑而生的，迷的什么呢？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就是我们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不明了啊，这是迷呀，因为不明所以就产生妄想，产生错误的想法看法，于是也讲错了也做错了，这些错误并不是一错就了了，没那么容易的，错后面有错的现象发生
这就是我们讲的果报啊。这个东西讨厌了啊，恶因一定感恶果，这个果报从哪来的？是自己业力感召的，换一句话是业力变现的，不是从外面来的啊。诸佛菩萨对于这个状况啊，了解得非常透彻，所以他懂得解决这一些苦难众生的方法。那么当然要解决众生的苦难啊，要度众生呢，先要度自己。自己得度了，才有能力度众生。自己度自己从哪里开始呢？从断烦恼开始。这是以极地就发了烦恼无尽誓愿断，要发这个愿。断烦恼非常重要，如果烦恼不断，纵然广学法门也没用。烦恼好比什么？古人有比喻啊，好比毒药啊，这个东西有毒啊。烦恼里面最重的叫三毒烦恼啊，什么贪嗔痴啊。诸位想一想，我们这个心里头贪嗔痴还没有断，这心很毒啊，怎么能接受佛法呢？清凉大师在《华严疏钞》里头讲得好啊，他老人家说，有解无行，正长邪见。行是什么呢？是断烦恼啊。结是广学法门，广学法门而不断烦恼，它的结果就是正长邪见。你所学的无量法门呢，就变成无量的邪见。这些邪见呢，一定帮助你造业，增长你贪嗔痴慢。这个我们就在现在社会里面也常常看到这个不懂经教的这个念佛人很老实啊，很可爱啊，学了一些经教啊，就共高我慢，瞧不起人了啊。佛法叫断烦恼的结果，什么增长烦恼啊，增长共高我慢啊。因为经教通达呢，这讲经说法了，又得来了名闻利养，就增长贪嗔痴，这不是麻烦了吗？清凉大师说，这邪知邪见没错啊。所以学佛一定要知道次第，不能劣等呐，按部就班啊。四弘沙佛誓愿，这是一个程序，最初叫你发心，要发广大的心啊，这个度众生的心就是大菩提心呐，大慈悲心呐。这个心发了，它就是一个动力，推动你精进不懈。
啊，我为了要救度一切众生，我不能不努力修行。成就自己的道业，成就自己的智慧。啊，道业是断烦恼，智慧是广学多闻。啊，这才有道德、有学问，才能帮助一切众生。啊，所以断烦恼在先呢，学法门在后。自古以来，佛法的沉船也许同学们都听过，五年学界啊，《沙弥律仪》里面都有啊，五年学界。五年学界到底学个什么呢？五年呢，用五年的时间专门来学着断烦恼。五年之后，烦恼轻了，智慧长了，这才能够学法门。对，从前是这么个学法，啊，不像现在。现在一开始学佛了，就光学多闻，啊，断烦恼这个事情忘掉了，给你讲你也不相信，为什么？太麻烦了，啊，不喜欢断烦恼，喜欢学法门，啊，是颠倒啊。所以我们今人学佛学了几十年没进步，还是老样子。我们看高僧传，看居士传，你看看从前在家出家学佛的两三年开悟了，十年八年有的禅定的，有证小果的，有得自在的，我们现在为什么得不到？不依程序啊，不肯按部就班，我们的病出在这个地方。我们看看古德的教学啊，初学的人入佛门来了，老师授他一部经啊，传授他一部经，这个传授就是给他一部经，叫他去念，老实念，也不讲解天天叫他念这部经，啊，老师有的时候来考一考，考什么呢？背给我听听，啊，就跟私塾教学一样，只叫你啊去读诵，没有讲解的，啊，这个是最高明的教学法，啊，他学什么东西？在这一本书里头得定啊，啊，要是不给他事情做，他会打妄想，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哎，现在叫你背经，啊，过几天你要背给我听，他就不能不老实在念了，念呢就不打妄想了，用这个方法了，把妄想打掉。啊，所以读诵经典是个方法了。同时又作为将来广学多闻的基础，一举数得，啊，所以叫你读一部经，啊，那么每一个宗派
他主修的经论不一样，因此他的老师传授给他的这个经本呢也不相同。像贤首宗，那一定是叫你念华严经啊，天台宗呢，这一定叫你念三大部啊。三大部啊，是《法华经》文句这个《法华经》玄义释迁，智者大师讲的啊，《法华宗》里面很著名的就是谈玄，就是玄义啊。天台大师当年讲《法华经》的经题五重玄义，讲了90天呢、啊。啊，那个分量也很多，现装本的书20册啊，没有讲到经文，单单讲玄义啊，这个要背的，天台宗这个要背的啊，法华经文句要背的，这都是智者大师做的，连经带注解通通要背。还有一部修行的总纲领摩诃止观啊，天台家称为大止观。这三大部啊，在从前现装本呢总共是60册啊，这5年当中要把它跪背的透熟，才有资格听教参禅啊。天台宗修行的方法也是禅修止观啊，不像现在学佛容易啊，从前入佛门那个条件可不简单啊，啊，这个60本书要不念得很熟，考试不及格不行啊，入不了门的。5年的功夫叫你干这个啊，这5年读一部经，在佛法里面来说就是教你根本智啊。般若经上讲，般若无智，根本智是无智啊，只叫你念，只叫你读啊，把你的一切妄想分别烦恼通通念掉，用这个方法5年呢得清净心。清净心就是根本智啊，这般若无智啊，它起作用的时候就是进入第二个阶段，法门无量誓愿学，就无所不知啊。般若经上唱，般若无知无所不知，你一定先要无知，然后才无所不知啊。你要没有做到无知，那你就有所不知啊，哎，你不可能是无所不知。从前人呢，这个教学用这个方法，跟现在人不一样啊。老方法好啊，几千年来不晓得成就了多少人啊。我们过去在李老师麾下，依旧用的是古老方法啊。李老师教人，只可以学一部经，你要同时学2部经，他不教你啊，他很老实告诉你，你没有这个能力啊，简单明了，一点都不客气啊，没这个能力啊，只准许学一部啊，他肯教你
都是遵行遵循古老的原理原则，先要你得清净心，断烦恼当然不容易，希望把烦恼减少，叫烦恼清菩提障，五年的功夫烦恼确实清了很多，头脑清楚了，听东西不像从前那么糊涂了，这个时候学东西就方便多了，不能有大悟嘛，多少有点小悟处，这个就是心地清净，头脑清醒，杂念少，妄想少，才能够达得到，所以这个烦恼无尽誓愿断呢，非常非常重要。念佛的同学，在一开端，我叫大家把《无量寿经》念三千遍，目的在哪里呢？也是在这里，只叫你去念，你去念三千遍，这对现代人来说了，少的不能再少了，一天念三遍，念三年了，三千遍了，从前五年呢，我要教大家念五年，哎呀，时间太长了，受不了了，法师我不学了，那把人吓跑了，所以现在不得已打了六折，这个要知道，能不能再少呢？再少不行啊，再少恐怕很难有效果。你念的越多越好，现在在美国，在台湾，在东南亚，在中国大陆，我知道有不少人一天念十遍，许多人都超过一万遍，继续不断还在念，这是对的，这个决定有成就啊！我听了很欢喜，对于这些人非常尊敬。真的在用功夫，功夫用到成熟了，读诵听经都会开悟，我们中国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意思不要讲自己就明了了，为什么明了呢？越念心越清净，清净心里头悟出来了，佛所说的一切经都是清净心中间流出来的，我们心清净跟佛心呢就相应了，那佛的意思我们怎么不知道呢？愿解如来真实意，不能用研究去求解，那一定会错解了，就是用清净心，就是用甚深的定功啊，所以说照见了佛的意思自然就明了了，所以这一句是学佛的关键，是学佛最紧要的一个科目不可以不认真去断烦恼去断习气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再以道的法门
无量誓愿学的大愿。啊，道是什么呢？是道理，是方法。啊，依据这个道理，依据方法，来修学。法门无量，我们要问，何必要学那么多法门呢？因为众生根基无量无边，差别无量无边，一个法门不能度一切众生。你要发大誓愿，要普度一切众生，那么换一句话说，种种法门你都要通达，都得要会。那这样学，要学到什么时候才能学成呢？实在讲，这个事情不难啊，绝对不是叫你每一部经论呢都去修学，每一部经论都去研究。佛菩萨教人没有这个笨办法的啊，佛菩萨教人非常巧妙，就是一经，一经通，一切经就通了，这个妙极了啊。那么要问呢，那怎么叫通？到底达到什么时候才叫通？前面我们虽然说了，但是说得很简略。这个经有四种啊，有教经，教科书；有行经，修行的方法；有理经，经论里头依据的原理。你要把这个理得到了，这叫通了。所以会学的人在经典里面学什么？学教理，理要通了啊，不但佛法里面所有一切经论呢你都通了，世间法也通了啊。为什么呢？事处世间法是一个原理，只要你把理悟到了，就通达了。这个很难的，的确不容易啊。我们过去求学的时候，老师指点我们啊，要我们呢这个读诵听经呢要悟如教理，这个是你真正的有得了啊，真正有收获了。那么我们做不到，不能悟入，那怎么办呢？啊，老师告诉我，那不得已而求其次啊，要明教义，这也行。你能明了教义，你在这个整个教下呢，可以能够通达一部分啊。比如说我通一宗，我这一宗的教义我能明了啊。那么谈到其他宗论的这个宗派的经论，就不能完全明了啊，不能完全通达。这是懂教义呀，要是理呢，那就一切都通达了。
这个叫会修啊。啊，如果学一部经，哎呀，老师怎么讲，我学他怎么讲法，这个没法子。这你学一部啊，就会一部，再换一本经呢，就不会了。啊，这样笨的学生呢，大概老师都不愿意教啊，那要教到哪一年才把你教会呀？他说，聪明的学生呢，在一部经里面不能整个把佛法通达，也要通达一部分。啊，老师要遇到这个学生就欢喜了。啊，这个学生有能力传法了。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有人能通达，有人不能通达？问题还是发生在个人呢，烦恼习气不同。烦恼轻的人容易通达，心量广大的人容易通达，烦恼重、心量小的人很不容易。啊，这个心量小啊，念念都想自己，啊，不想利益众生，那就很难，跟佛的心愿呢不相应。啊，这个是我们讲啊，得三宝的加持。他得不到，他心量小的时候得不到佛菩萨威神的加持。啊，烦恼轻是你自己障碍少，啊，心量广大，同时又得住佛菩萨加持，那就便利多了，啊，就很容易这个通达一切法门。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看到，六祖慧能大师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他是偶尔卖柴呀，听到人念《金刚经》，哎，他听得很欢喜，站在那个窗外面。啊，站了一会，啊，听到念一半，他就明白了《金刚经》里面的道理，他就通达了。啊，他为什么有这个能力？那当然，不一样，那是个再来人呐，他不是这一生修的。啊，是再来人啊！遇到人家念经，这是个缘呢。啊，因为这个缘，把他阿赖耶识里头那个佛法的种子啊引发了，多生多劫的善根因缘。啊，他这一悟，他是通了教理。所以到黄梅，他是去求印证的。啊，到黄梅，老师教他什么呢？啊，那是禅宗嘛，禅宗是不离文字，直指人心，所以禅宗没有经本教他去念经，没有。啊，只教他去做苦工。诸位要晓得，做苦工是修福啊。佛门里面为大众服务了，修大福报啊。你有智慧，没有福报，不能度众生。啊，所以叫他到这个草房里面去舂米，啊，破柴做这些苦工，修福。
罪这一方面，五祖忍和尚早已看出来了，不必教他会啊，所以八个月传法的时候传一波就传给他了。坛经许多同修都读过，五祖传给他是为他讲金刚经，金刚经讲到不到一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大彻大悟了，后头不要讲了，不但金刚经不要讲了，那个一部大藏经都不要讲了，全都通了。这个教理这个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法达禅师学法华的，法华经念了三千遍功高我慢，被六祖呵斥了一顿，他向六祖请教，六祖说我们不会看经，我也没有听过人家念法华经，你念给我听听法达就念给他听法华经二十八品，他就念到第二品方便品念完，六祖说了好停止了，不要再念了，他全都通达了，给他一讲解，法达开悟这个是天台宗的东西，他没学连发酵为实他都讲的那么简单那么透彻，使我们真正惊讶了，他确实这个一切经都通达了，那么在最早那个记载的就是无尽藏比丘尼那是最早的时候，在逃难的时候从黄梅逃出来，在曹侯村遇到无尽藏比丘尼，无尽藏比丘尼一生读诵大涅槃经也没开悟遇到六祖，六祖给他讲解，他开悟。那个时候，六祖大师24岁，就是离开黄梅了呢，24岁第一个得度的无尽藏比丘尼。我们从这个地方你就明了了为什么要把烦恼无尽誓愿断摆在前面，六祖大师有什么能力，换一句话是人家没烦恼，心地清净自在从哪里看出来呢，从他那个本来无一物就知道他的心是多清净他见六祖的时候，在一问一答这个记载里面有几句话很值得玩味的他跟六祖说跟五祖说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这不简单呐！我们这一般人的时候那弟子心中常生烦恼我常生烦恼他常生智慧，你说那怎么会相同呢？从这里就透了消息他的心多清净，清净心生智慧，染污心生烦恼，这个我们明了的他既然说他的心常生智慧，
就晓得他的心是多清净。那么我们学从哪里学，不就明白了吗？一定要从清净心学啊，清净心中常生智慧啊，智慧先前无法不知，无法不明了，无法不通达，这就快了。这是所谓是一经通一切经通，那么真正这个关键就是一部经在读诵的时候把你的烦恼念掉，把习气念掉啊，凡夫就是妄想执着，是佛说的啊，妄想执着不怕啊，这是无始来的习气了，怕也没用啊。禅家所讲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要紧的是妄想执着不能够相续啊，不能叫它连到起来，那就坏了。一起来的时候要知道马上把它压住啊，把它扶住啊，断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把它扶住。用什么方法扶呢？读经啊，心里头就读经了，就扶住了，念佛佛住了。我们用这个方法啊，用读经念佛的方法把这些妄想执着佛住，佛久了就得定了啊，久了就成三昧啊，久就有力量了啊。我们不要作意去佛，哎，它自然它就不起现行啊，这个妄想执着它就不起作用啊，到那个时候就叫功夫成片啊，我们的功夫得力了，能把烦恼扶住了。最低限度要在这个时候再开始学法门，你就有利益，对你一定有好处啊。如果不到这个功夫学东西啊，太早了啊，说实在的话没有多大的好处啊。这古时候教学跟现在教学不一样。最后一愿，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所谓的是自己未度，先度众生，菩萨发心，是到这个境界啊，他烦恼断了。这个佛道，这个就是法门成就了，还没成佛，他不着急成佛不，也不愿意那么早去成佛，先去度众生，这是菩萨发心啊。菩萨有这个能力啊，烦恼断了，法门成就了啊，没成佛而已。这个事情如果要不搞清楚，要发生误会了，我们现在露水道心都没有啊，就要学菩萨法心啊，先去度众生。自古以来发心去度众生的小法师，不知道有多少人被众生度跑掉的啊。这个在现在就很多啊，
这就说的是还俗了。怎么还俗了？被众生渡走了。所以我们要晓得，菩萨发心是有他条件的，啊，不是这个任意可以能够学习的。那么依这个大愿，我们求生净土啊。大师在这一段里面第一句话总结前面，如此性也，是总结前面的六性，然后呢我们就明了了我们为什么要发愿求生净土。二十四弘誓愿呢，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纵然发心很难成就，断烦恼难，学法门难，为这个原因这才求生净土啊。那一边断烦恼容易，学法门容易，这在这个经上我们都会看到的啊。这两个世界，大师在此地为我们说得很好，娑婆世界啊，娑婆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极苦，跟那个极乐是相对的，极苦的世界啊。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苦呢？是我们自心所感智慧，我们阿赖耶识里面这个大仓库里头含藏着那个染污的种子，烦恼的种子，其现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娑婆世界是我们自心变现出来的啊。这个境界不好啊，应该要厌离啊。真如同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啊，台湾有不少同胞到外国去旅行啊，到处去观光去考察，目的何在呢？哎，哪个地方清净，哪个地方环境好，晚年呢想移民到那里去住，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哎，你为什么不住台湾呢？啊，台湾现在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污染的地区啊，谁污染的呢？还不是我们自己搞坏了的啊，是我们自己从内心的污染变现出我们生活环境的污染。这佛讲的一点都不错啊！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想找一个清净的环境，啊，空气好的地方，水土好的地方，啊，这是我们生活没有办法离开的，啊，重要的生存因素啊。在美国居住久的同学们。回到台湾出来一两个月就生病了啊，我们俗话说水土不服啊，实际上你从台湾来的哪有水土不服呢？
而是现在台湾呢，水污染，啊，空气污染，你没有办法适应，啊，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啊，台湾污染得很重了。我听一个同学说，啊，这个同学啊是经商的，啊，他有一个客人从泰国到我们台北，他到台北深深地做了几个深呼吸，他问他为什么？哎呀，这个地方空气啊比我们泰国好得太多太多了。那我们就晓得，泰国那个空气污染，那比我们台北市还要严重啊！啊，这就是说明为什么我们要移民，道理在此地。啊，娑婆世界污染很重啊，是我们自行会变现的。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极清净的国度，能容纳我们吗？我们想移民到那里去，他能接受吗？能。为什么能呢？极乐是自心所感之境变现出来的。啊，原来西方净土不出自心呐。啊，这就是我们凭什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有那么大的信心？道理在此地啊！啊，自信境啊，理应心求啊，应该啊要来转换这个环境。成就自己的道义，然后才能广度苦难的众生。啊，这段是这么个意思。我们再看底下这段，宴会。须舍之就近，方无可舍。心近，须取之就近，方无可取。故妙宗云：取舍若急，与不取舍亦非一辙。这是说明取舍的四项与理论。当我们初学的时候，我们功夫还没有达到相当的境界，我们有能取与所有所取，能所未忘。虽然能所未忘，如果我们取舍的这个心愿强烈，也能往生，生凡圣同居土，生方便有余土。假如理明白了，境界提升了，取舍的情境没有了，就情执见解空掉了，那你生西方世界就生十报庄严土了，啊，生常寂光净土了，那可就不一样了，啊，那大师在此地说，一定要把事实真相跟我们说明，啊，我们往上去，这一生的确没有把握做到，啊，但是看看
底下两种净土呢，我们想想自己不难得到。所以诸佛菩萨古来的祖师大德常说，西方净土的殊胜不殊胜在上三土，而是殊胜在凡圣同居土。一切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也是赞叹呢他的凡圣同居土殊胜。诸佛菩萨不能跟他为比的。如果讲上面三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土、常寂光土，实在讲诸佛菩萨跟西方极乐世界相比没有什么逊色，唯独凡圣同居土真正不可思议。此地这个境界讲得高啊，如果能到这个境界，决定是十报土的菩萨，这个往生的品位高了。可是我们要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宴会会使我们娑婆世界，我们必须把娑婆世界舍弃放下。那么这个舍弃放下，诸位要晓得，不是叫我们在事上舍弃放下，为什么呢？事事无碍啊。我们把事上放下了，很多人家放下了，世俗的家放下了，发心出家了，是不是这一出家就成就了呢？不见得。殊不知出了家比在家还麻烦啊。这是真的。在家里面有世俗这些事情缠绕着你啊，你的心不能清净啊。从前出家好，出家都是在山林里面，一出家做轻重啊，真的依照这个方法程序来修学。现在出家的道场不是像从前那一种清净道场啊，你看古时候的道场二十讲经，二十参禅，这个是道场正常的功课啊，就跟学校一样啊。二十是多少时候呢？是用印度啊，昼三十，夜三十啊。古印度啊，一天一昼夜六个时辰啊。我们中国古代这一昼夜十二个时辰啊，我们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十二个时辰。现在呀，这个世界通用时间的单位呀，24个小时，所以我们中国称小时，外国大概没有小时这个意思，我们中国称的小时，为什么？比我们中国时辰小，我们中国一时是他们的两时，而是印度的呢四时，所以
20讲经，就是一天呢上讲堂，这个听经呢8小时啊，解门呢8小时啊，行门呢，行门是用功，或者是参禅，或者是念佛，啊，大概到以后在中国这个丛林里面呢，可以说许许多多行门呢，归纳起来不外乎这2大类，啊，一个是参禅，一个是念佛，啊，那么参禅一天多少个钟点呢？8个小时，啊，如果是念佛堂呢，也是8个小时。一天听8个小时的经，念8个小时的佛，那叫道场啊！那个道场你住上3年，所以成就的人很多啊！啊，为什么呢？没功夫就打妄想。啊，没有时间呢去搞分别执着了。啊，所以道场里头那个冶炼人才啊，比那个军队里训练士兵还要严格。啊，就是不叫你有妄念，不叫你生烦恼。是用这种方法来陶铸学人的，啊，哪里像现在？现在一入佛门，一天到晚没有事情干，没事干就胡思乱想，没事干呢就为非作歹，啊！但是我们要想恢复到过去那一种僧团，那一种道场，已经不可能了。啊，也就是说，我们学佛的福报不如古人。啊，古人有这个机缘呢，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机缘了。啊，听说在现在大陆还有，啊，还有这样的道场。为数不多，啊，那个是真正难得。啊，我知道的是有1、2处，啊，也许其他地方还有，我们不知道。啊，凡是真修的道场，都是不出名的，啊，都是人迹不到的。观光旅游也不到那些地方的，他的心才清净。啊，他的道业才能够成就。啊，所以学是从心地上学，心地绝无沾染啊。这是高段的功夫啊！啊，四上学，那不是很高的功夫啊。从心上学，从念头上学，学到究竟，学无所学，那个心就清净了。以这样的清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那就是心，心是欢喜啊，取净土，啊，所以取之究竟，啊，所以取之究竟，全心、全意啊，向往净土。念目弥陀，除了弥陀西方净土之外，这个心里面什么都没有，
这叫取之究竟了。啊，到取无可取，取舍到了极处啊，到极处跟《般若经》里面所说的境界相同。啊，《般若经》在中国最具代表的是《金刚经》。金刚经大家都念得很熟啊，啊，金刚经反反复复的三句话，把般若的甚深之理啊，完全显示无疑。啊，譬如此地说，取即非取，啊，是名取净土啊，啊，即非是名，这就把这桩事情讲得究竟了，讲到圆满。一切是两样，啊，跟《般若经》上讲的没有两样啊。是不从是取舍，这些是假设，啊，这一段话。是怕我们有执着，啊，防止我们执着。但上不取不舍，啊，这个学般若的人，学信宗的人，学的什么？不着相啊！你这个有取有舍，着了相啊！哎，他要不着相。那不着相好不好呢？真不着相，那不错啊。就怕他是假不着相。啊，怎么假不着相呢？他要不取不舍，你们想想看，他是不是着了不取不舍？他还是着了啊。这一边着了取舍，那一边着了不取不舍。一个着有，一个着空。着有的能待业往生，着空的往生的机会没了，落空啊。所以古德讲啊，宁可着有如须弥山，不可着空啊如芥子啊。这个话说的非常有道理啊！这是念了一点般若经啊，学了一点般若的皮毛啊，般若真正的精神精髓他没见到啊！啊，所以说多悟取空啊，学般若最怕这个。大师在此地说，如果但上不取不舍，即是知理废事。啊，执着理对于四修啊舍弃掉了，既废于事，理也不远。啊，离事是无碍的，离事是圆融的。啊，他执着理事不要了，说老实话，他理也没明了。啊，理也没得到。啊，若达全世界理，这是真的了。这取一切理，舍一切理，
一趣一舍，无非法界。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错。般若经上讲的，一色一相，无非中道啊。法法无非法界，这个意思前面都说过。所以取舍都是中道。如果有偏执，那就是错误。那是误解。所以大师在此地这几句话说得好啊，取一即是理，舍一即是理，理是一个，取舍是四，理思无碍。所以一舍一取都是法界，都是称性的。故次性而名愿也。这是说完了六性，紧接着我们要讲法愿求生。法愿求生里头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秽土要放下，全心全意取净土，这才能往生。这几句话呢，是告诉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秘诀。我们舍的心舍得干净，取的心取得非常圆满，没有一个不往生。这是根据什么道理呢？就是佛在大乘经论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会舍得干干净净了，回头离开了，心地一点都不沾染了，离开了，进取的圆圆满满，跟阿弥陀佛的心愿完全相应，这个是往生真实的理论的。然后念佛当然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一定达到这个境界。我们今天念佛不相应，怎么念都不相应。现在这不相应的原因我们总算明白了，我们舍秽土没有舍干净呐，我们取净土没有取圆满呐，所以不相应。再看底下这一段，这是借着愿呢，就要跟我们念佛了，念佛成佛。念至持名号啊，一心不乱者，名以招德，德不可思议，故名号亦不可思议。信宗里面要破执着，我们净土宗里就要你执着，执持名号，这跟现宗的方法不一样啊！这个执着，诸位要记住，
就是刚才讲，执着就是取，要取得究竟。啊，对于娑婆世界的舍，要舍得干净。啊，持是保持啊，念念不失掉啊。啊，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这持名号是方法，一心不乱是功夫。我们用这个方法成就一心不乱的功夫。一心不乱就是念佛三昧啊，功夫有前身不同，差别很大了。所以在西方世界果报呢，有四徒三倍九品啊。这个四徒三倍九品从哪的？就是一心不乱功夫差等不同而变现出来的啊。细分无量无边的啊，大分这才分成九品啊，再粗一点呢，三倍。无量寿经上讲的三倍，观无量寿经上讲的九品啊，三倍九品啊。下品功夫就是我们常讲的功夫成片，功夫成片里面也有三倍九品啊。中品的四业心不乱，上品的理业心不乱啊。四业心不乱相当于小乘，那么小乘的戒位我们晓得有四果四相啊。那么这就是说明四一心不乱呢，至少有七个位次，七个等级。从小乘初果，那个相不要算，相没到初果嘛，我们把它算作下品。啊，初果起的位不退了，要从这里算起。啊，二果相、二果、三果相、三果，一直到四果，七个阶级。那么理业心呢，从破一品无明圆教初住菩萨一直到等觉菩萨四十一个位次，你就从这里看出浅深次第不同啊。啊，凡圣同居图啊，就是那个初果相啊，那一个位次里的又把它再分分成了三倍九品。我们常说，我们看到很多念佛人不生病，欲知实知，自在往生啊，不但有站着走、坐着走的。我在受戒的时候，道元老和尚是我们的戒和尚，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故事当然是真的，但是出在哪里我不知道。啊，当时他说了，我没记清楚。啊，他说从前有一个法师，往生的时候问大家，你们有没有看过或者听说坐着走的？大家说说，没见过也有听说过啊，啊，坐着往生的，啊，站着往生的，哎，也有听过，哎，他老人家竖一个跟头，
头朝下，脚朝上，这样走的有没有听说过？没有，他就这么走了，简直叫游戏神通吧！啊，这是什么样的功夫？假如在念佛人来说，给诸位说，那个下品的、下辈的功夫、成片的功夫就做得到，不必要到四意心不乱的。啊，四意心不乱，我们未必能得到啊。功夫成片里面有九品呢，上品功夫就预知实知，就可以自在往生。啊，往生没有病苦啊，是大福报啊，福要修。那个福报最要紧的根源，心清净。心清净是第一福啊！啊，我们断一切是恶，修一切善，全心全力帮助别人，那当然是福。那个福还不够大。啊，在生死当中想走得很自在，一点病苦都没有，这种福报还不行。啊，这个我们很明显看到。有很多在家的大居士护持佛法，出家的这些法师弘法利生啊，到临终时还有病苦，你才晓得这样的福报还是敌不过业力。真正能够敌过业力就是清净心啊，清净心中一念不生啊，不但恶念没有，善念也没有，这才能敌过业力，自在往生啊！啊，我们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事实要搞清楚了，我们将来走，要走得自在。啊，我们晓得怎么修，知道怎么做。只要自己肯干，没有一个人得不到的。这功修功德，婆修婆德，没有不得的。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今天时间又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